易经新华妙难闻，易经新华妙难闻，百千万劫金重现，百千万劫金重现，我今勤习诸妙法，我今勤习诸妙法，愿此功德皆回向，愿此功德皆回向。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，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。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第23届贤士同修啊，我们今天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讲解易经啊，易经新华妙难闻，百千万劫金重现，我今勤习诸妙法，便此功德皆回向。这四句偈呢有很深的禅意。刚才我休息了啊，有两位菩萨啊身体不好，我帮他加持了啊，要来开始要深谈了。我们的女同修的说，师父我爱看你欧人好一熬架靠后跪靠鬼，我把他求求啊好，因为为什么笑一笑？你有没有信心？有没有恒心？很重要。啊，我过去经过那么久的时间呢，好多好多十方善信大德、大菩萨、小菩萨们，都哎呀，师父，我要跟你学哦，我绝对打死也不会走跑哦，怕戏都没照了，那要娃娃的啪啪走了。所以我们凡事不必讲出来啊，你用心去看，对本维心圣教中文你要多了解啊，用心来看是不是符合啊当下现我们的生活啊社会的所需求的。所以各位维心贤士同学们啊，你们所要看得到还很长，所要修的道还有很多的妙法啊，因为法无定法，挥法挥法千变万化，这是我这么多年来我所体验的。有如刚才我们师兄啊，他这里长一个啊瘤啊，照西医来讲那个就是癌症啊，癌症呢就要开刀要放疗化射。我看呢这个不是因果病业力病，所以我刚才跟他加持了一个方法，你每天要念一遍慈悲三昧水忏，然后碗你要用七粒的米啊，三支香挂着画在碗的上面，啊，你念慈悲三昧水忏，啊，念完了，那水呢可以来把这个三昧慈悲三昧水呢，把它擦一擦，啊，就可以当茶喝，渐渐你就消掉，要一面忏悔，所以人的病都是没有病，都是假病，就是因果病。尤其灵性病最严重啊，啊，所以老祖教我们要修行嘛，平时就要念经，诵经念经，第一超度我们的祖灵，第二啊超度你的冤亲债主，第三呢啊超度十方法界啊你的有缘无缘、有情无情的三界众生。啊，所以我们诵经的功德很大哎。今年祭祖大典圆满哦，非常圆满。我们奉送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。好，但是
法会圆满了，我们还要接一个手续，就是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们，我们要送佛说阿弥陀经四十八部，佛说阿弥陀经四十八部，这个文书也都印好了，这两天会送到过文殊道场，啊，你们依照文书先念一遍，然后送佛说阿弥陀经，那么你可以超度你们的多生父母，啊，可以超度自己当下生的父母，可以超度我们的列祖列宗，接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，当下现你们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呐、啊，你听我。所以老祖教我们爱做神呐、啊，莫做鬼呀、啊，做鬼无了事啊，做神时时刻刻啊，那你能够超佛越祖，就即身即佛，即心即佛。是身是佛，是心是佛，所以我们学易经不是一般所想的，哎呦你们这个算易经啊，算卦啦、啊，很迷信啊。我说告诉你，明天你儿子要去投资啊一条很大的钱财事业，你怎么办？你怎么办啊、你说不投资吗？也不行。要投资吗？也不行。到结果怎么样？你要先能够治国啊。所以你易经是知因以知果，该为不该为，了了分明嘛，不知道你去哪里问。也曾经一位信徒啊，和带他的出家法师师父到仙佛寺来啊，这一位信徒呢问了说，师父我最近的事业怎么都做不好，那我不好投资一直亏下去呀、啊。哦，我帮他算一下，用意了解一下。我哎呀，这个事业不是你做的啦。啊，你这十做九败，本身这家公司就有问题，你怎么会投资踩下去？他那位师傅就跑远点，就走开了。我说这一定都是师傅给补的。而且我需要我师傅，叫我我到处会大赚钱呀，没有想到大了钱。所以你不了解公司里面的因因果果嘛，所以你投资卜卦要是应爻是对方。硬要空破木劫修求，这家公司已经完蛋了，扶不起的阿斗啊！你再多的钱也是被踩下去了。那么你真的一位师父不能去试，你要走护因果，所以不要说我以为我穿着哎呦漂亮的法袍法服，哦，你讲的话就算数，没有那么简单。所以王禅老祖叫我们要谦虚，要谦卑，谦则贤，非谦则不贤也。你要谦，你一定要先学易经，你才能真正做到谦则贤的道理呀、啊！祝福各位。各位维新贤士同修，老祖开示我们凡事皆占。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，也没有赔钱的本钱，所以你凡事皆沾就好吗？不要说哎呀我现在还没有当法师卜卦不准，我告诉你都准，
只是你不会解，不会解，你可以找法师帮你解嘛，很简单。书拿出来翻，啊，已经有本钱了。啊，曾经有一位老菩萨到仙佛寺来，啊，他一直跟我说：“老师啊，少年师父啊。”我家里乱糟糟呢，不知道要安怎呢，大细汉都很乱，啊，什么都不剩，冤家路窄。我阿伯，你念三个数字我听。啊，一二三四啦，两三四啦。阿伯，你怎么在两三四嘛？两三四。这是上面三，我则回嘛，四爻这里啊，第四爻啊，火则回啊，两情相违啊。好，再来神话三则神。啊，阳爻动是阳，又顺。阳爻动是阳宅，有问题。我阿伯啊，你的厝有问题呢。我头前四火冒跳，又未止。你本身你的房子祖孙化兄弟，这祖孙都是靠夹仔靠兄弟，钱记未掉。啊，规家啊，火烛火，两情相违，规家啊，乱糟糟呢。我对啊，我你阿伯，你处境应该有问题吧？你的处境。哦，我拢去捡一寡歹人骨下，等下拜的头前啊，拜头前呢，那个就乱破军，叫做破军啊，破军。破军就口舌是非嘛，阿伯啊，你啊咁，莫甲提掉去啊，家里较袂就较袂和谐啊啦。啊啦，阿伯啊，你个念数字啊，念数字化啦，嘿，我甲你看麦啦嘞，一个是三四五啊啦，两三四。啊，三四五，这里火风，李慧峰，五牛个叮当，啊，阿孙五爻，化又五爻。动摇，好、啊、化进行，啊，雷火风就古镜重明，古镜重明，然后走火格，格卦，啊，走火格要赶快要改。啊，父母化进神，我你老大人，家来也较好，还较好啦。我安尼有效哟，当然有效啦，无你别笑我痛啊。啊，阿伯足欢喜啊。哦，两三四，我到咧外国去耍，三四五，啊，就会加遐好，安尼我要念三四五啊咯。阿伯。哦，等下呢，老大人就跟你打拼，拼，
出前出后拼嘞。你告诉我，阿伯啊，你看，啊，你啊，我你看，拢清清个清气，那安尼嘞，你搁念数字化，伊个换三四五万，落雷飞风啊，古镜重明，这行足久，暗足久呀，才开始搁卷起来啦，古镜重明嘛。哦，回去弄好了，再过两个多月，王禅老祖圣诞法会嘞，一点的拜托咒啊，嗨，有妖喜哇哦，老叔啊，你这少年啊，那杀死我，把弯刀变鬼，说三四五把他家里把他翻过去了啦，弯刀这样老好的呢，这弯刀这样足好的，足平安的，啊，这样的足和谐啦，就合作的啦，所以风水学嘛，所以我们学艺学到要用艺知天机。哦，那还是各位你们依教奉行的老祖龙天护法会护念的各位，所以老祖观世音菩萨都教我们求人不止求己，求己不止求真正的自己，来学易经。而易经是非常科学的，也不是我们一般所讲的那么狭隘。曾经有一位科学家，他来跟我结缘呢，他没有讲他是科学家啊，就冒冒失失的，哎呦，张老师，你两环一片，啊，一片两环，你怎么敢讲天甲讲地了？说一横两撇，你要讲人家的一生哦？我对呀，人一生都是这样嘛，一环甲两撇尔嘛，上面是阳。下面是阴，阳是我们的头思想，就是我们的灵性，阴就是我们的足，就我们的行为。这一生了了分明耶。好，那么这位科学家呢，摆了一副很不以为然的，都是正常的轨迹嘛。好了，那你在干什么？他说我现在要寻求啊一个很有利益人类的事情。我说什么事？啊，他不要讲了，反正我跟你讲也没有用，那你就悉听尊便。你不讲就算了，所以我就去你们就不会跌了啦。啊，他不走，站在那边，那结果怎么样呢？等一下也换了喝茶啊，再继续为各位讲解下去，祝福各位。各位唯心贤士，各位双善之士，王禅老祖开始我们用意可以知天机。哦，啊，我写了这四个字给这一个发明家，我是用意知天机啊。你能够用意吗？那我不行，我认为易经都是迷信。好了，我趁着他在讲话啊，在讲之间呢，取他的术。我们要学习取术啊。第一个术是六，一讲很多，讲那个哎是六，六大象啊。再一直讲呢，讲了九大象。我后来懂了，别说了，你在这样修正，你跟人家争狡辩的，你输。他说谁输？
为什么输？你的道理没有道理，人家对你很好，就是天水送。好，这个是五火引木，这是他朋友，而他朋友对他，我说你朋友对你很好，哎，朋友对你好得不得了，常常要帮助你，啊，你天水送卦，你口舌之争，你的坏习惯就是口舌之争，国家给你一个发明家的身份呢，害死你啦！好，给你一辈子都在骄傲自傲。所以现在月令又是子水破了，破了。啊，你的朋友他损旺来生他旺相，所以朋友可怜你，要帮你忙。你一直在以为啊，你又怎么样？以为自己很骄傲，结果你现在破了，没有钱。我就跟他引一句话：嘉庆君游台湾的时候，因为李勇及王德禄在照顾着嘉庆君嘛，啊，有一天走到乡下米店嘛，啊，换吃饭，刚好门外有两个人在看，啊，王德禄和李勇就开始去追他，以为他们要害皇帝。王德禄、李勇也很糊涂啊，哦，他不知道追到哪里去了。皇帝要付钱，人要收钱。他说：“奇怪，两个都跑掉了，身上都没有钱，那怎么付？他要拿走给他，你这什么玩边二马屋啦？没有什么了不起。”他说：“我皇帝嘉庆君呢？什么嘉庆君？我才是嘉庆君的老爸啦！”哦，皇帝又不能生气呀。哎呀，人是英雄啊，钱是胆呐，身无分文呐，寸步难。哎，各位同学，恁钱较欠的，啊，那我来欠钱，恁提来花用啊，啊，那到赞助的都可以啦，不要乱花啦。啊，所以嘉庆君讲了一句非常非常。啊，这感动的一句话，警示众生。啊，正在争执的时候，两位回来了，两位向嘉庆君的跪下来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是失职了。”那个这米店嘛，画了几只红队来嘛，没，我上你家。完，你就是这个道理。你现在身无分文，寸步难了啦。朋友要帮忙，帮你忙，因为你的嘴啊口德不好，所以你有那个智慧，也要有口德哎。所以朋友帮不了你忙，你什么发明什么都是虚的啦。所以各位同学们。老祖要我们要修口、修心、养真灵，口一定要先修。口你没有修好，再有多大的本领，都是无济于事，啊，都会造成弄巧成拙，啊，所以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们，各位十方大众。我们要有警觉性，要小心，尤其新的年，
啊，国内的国家政治体制在改革，在改革呢，有的是符合你的需求，有的政策呢不符合你的需求，啊，那呢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抗争，这是必然会发生的。我们也不要搅和进去，一直在什么要抗争怎么样，没有用啊，因为我们要学习用意。用意来占卦啊，你的见地对不对，思维对不对，你用意占卦四爻望向的时候，那 就是真理。四爻修求空惑目结，你所讲的所思维的都是不切实际啊。所以我们用意立人天嘛，用意知天机啊，啊，用意知吉凶。所以《易经》是在教我们学习做人，学习如何做到真正的谦卑。哈哈，昨天我到桃园有一家佛寺，他要改建，啊，市长呢叫他重新改建。啊，他我就去帮他忙，要怎么建比较好。啊，他一位侍者呢，你出家众修行了啦，啊，原来是当县政府官员嘛。啊，他呢，哎呀，你就是混莲禅师哦，对呀、啊，有什么指教呢？哎呀，以前阿扁当总统，人家都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谢谢哦，大家说我就。你的脑海心中有我啊，所以你们一直在烦恼着我，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啊。我们是身为国家一份子，我们要对国家要尽忠，对社会要尽忠，对朋友要尽义啊。你有你的思想立场，我的思维是全民2300万人民共同的福祉啊，那何来谁是谁非呢？他说对啦，你我们都是后来讨论过了，哦，原来我被你们都讨论的都快烂掉了。所以各位同学，我们学艺用艺知天机，该说我们就说，不该说我们就不要说，啊，以全民的安危为重啊！祝福各位。各位唯心贤士，各位所上善知识，我一直鼓励大家来学易经啊！我们在台湾各地都在开课呢，我们也不是补习班。啊，补习班也没有罪过，妙法无处寻啊，当下即是处。所以求人不如求己，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。真正的自己就是要修行，找到那一颗心，就是良心。每个人都有良心，连一只小狗狗它也有良心。哦，拿一块肉给他吃，下一次看到你一定会摇头后梦梦，这个都是也是良心嘛。我记得在民国75、76、77那几年呢，台中有一位女菩萨，她喜欢养狗啊，啊，养狗养养养哎，养到最后都忘了生孩子啊！啊，有一天，啊，他打电话给我说：“老师啊，他一只很可爱的狗狗啊，也不吃饭，啊，一直快死了，医生看也没有效，怎么办呢？”我你俩来讲，我去看看来，我做狗医或者可不可以？做兽医还可不？也安抓，而且抓来一只小狗，
好，那个国是一个大的猎犬，是獒犬这一列的。然后我好了，我就用人家动物赶快那么灵性嘛，啊，我就甲收惊，甲收惊收收，收这收收嘞，可能扑不掉血照啊，奇怪，五分钟蹦蹦跳的到处跑，哦，跑回来要滚着我的脚啊呢，一些，所以人跟动物差不多都有灵性，收惊收惊。就是收他的灵性，就是饲养嘛。好啦，好了，这只狗过了两年多，我搬到仙湖市了。啊，这只狗呢，哈，这个狗主人呐，啊，就带到仙湖市去。看到一只很大的狗，我就管喽。啊，就从跑到我后面来，啪的卡个大一头个顶，吹一点点个那整个头个，我万一他轰者，午餐就很丰富了。我拜托拜托拜托，我跟你没有冤没有仇哎，我一点个争，一讲争的高啊嘞，他就是知道会感恩呐、啊，不会伤人呐、啊。好啦，哦，中华爷，阿那两只脚这边好像在搞啊搞按摩啊，啊就跳下来了，好高兴，我要开门他就按摩，哇，哎呦，你这个狗狗啊，啊你怎么这样呢？嚯、哦，中华爷啦，因为他在生病，我跟他加持过了，两年后大长大了，他还记得嘞。所以各位同学，人的流年都由灵性来掌握自己。我们占卦，啊，占卦卜卦，不是对一个人的人生，是对灵性。啊，你来掌握今年一年，你怎么样来运用你这个躯壳？啊，你在灵界会碰到什么样的障碍？哦，这就是修家和我们的人所说的流年。好、哦，所以各位同修，现在啊，各位马仔立德荣沾流年啦、啊。流年第一以四爻为重，爱妄想，即。修求空王破木、嗯、凶，这个很重要啊！凶你怎么化解？啊，在第二，你看财爻。啊，财爻旺相，平安；财爻破，破空木绝啊，木绝，那是凶。啊，第三。兄弟爻动克势劫财破财，肉包子打狗有气无回啊！啊，若是意思祖孙。啊，化鬼动化鬼，子女有灾厄。那怎么办？要做祈福，祈福相安。开始你就要
到你所信奉的寺庙去安太岁啊，去安光明灯，这样可以减少，再加上自己要多修行，诵经回向给祖祖孙孙啊，这样的话你可以趋吉避凶。否则的话，任你有再大的定力，还是无济于事啊！啊，在无官鬼动客事爻换小人，有官司。自在，这都是我们自己可以预先了解嘛，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，然后帮助他人的道理呀。讲起来很简单，但是你们没有进法门来学习之前呢，你可以请我们的法师讲师或者准讲师，我们的同修帮你们卜卦用意，可以知天机，人人可以趋吉避凶，不是说这样就这样。凶都是给我们修行，是我们的老师啊，吉者我们要保持吉的，那我们也要啊保持原来的行功力的啊，不要说哎呦我今天不错什么都不啊可以了乱来了，到时候业力现前，神佛也帮不了忙。所以趋吉避凶的法门在唯心圣教是非常重要的，祝福各位。各位唯心圣教义兴大学第23届贤师同修，啊，王禅老祖开示我们。自己要知自己的天机，要知自己的命，然后再去做行功立德。若是不知的命，不知自己的命，横冲直撞，以为神佛就会保佑我，我告诉你狡辩了呀，栽栽了，我印证这么多年很清楚啊。所以老祖一直传易经风水，大家能够知道趋吉避凶，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，然后帮助他人，这即是功德哎！啊，所以我们今年的流年，各位同修，明天你们开始可以沾了啦。反正兄弟也要动的，你们今年要小心投资。啊，这钱借来借去你要小心啊，因为你的钱了了算了，但是会伤感情啊，你了急呢啊，招客户啊，所以自己要了解。若是今年六爻里面有官鬼爻动，官鬼爻动动来克四爻的话，必定有官司，无中生有来告你也好，挑拨离间也好，都会到。那怎么办？赶快送天头经回向给你今年的官非小人啊，冤亲债主回向给他。
再加上我们水陆法会也快到了啊，你就设了的冤亲债主，仰仗佛力加持，消灾化解，解冤释结。诵经非常的重要，我们的守护神就是祖先啊，你要祖先做守护着我们子女的，你们一定要诵经念经，回向给祖先，依教奉行，依法修行啊，做即是求人不如求己，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啊。再来，若是有父母爻间的朱雀动，那就会患上小人啊，文书的小人，摆乌龙。凡是有定契约合约的，一定要很小心，要看清楚，否则的话纸拿哪你就签，有一天你会跳到粪坑里面爬不出来啊。这我们可以事先预防，不要让人造业嘛啊。再来，玄武星动的又带兄弟来动来克，你注意做生意或是公司啊，你的有关的人注意他们劫财啊，盗财啊，或是白虎带官鬼动来克四爻的，你要注意有血光之灾，被伤害还要被告负刑责，那怎么办？白虎动送福德正神尊经，回向给白虎星，你就可以消灾化解，解怨释结。而成蛇动来克，那么今年呢，成蛇动来克有阴邪哦，有阴邪的你要很小心，你要参加丧葬你们一定要很小心，你要看丧葬日对你有没有冲，对你有冲的你就不要勉强，你勉强参加了回来并不好啊，什么问题都来，结果你要怪谁？怪自己啊。啊，勾唇动，勾唇动来克四爻，今年会有牢狱之灾，要小心。牢狱之灾，勾唇带七财爻，就为了钱会被陷害，弄得鸡犬不宁。那即是我们自己忽略了，而朱雀带官鬼动来克，啊，必定有官徽国法的问题来相克，啊，你凡事要一定要小心，有侵害国家资产的事情，绝对不能有所疏忽。啊，青龙带兄弟来克，各位同修要小心啊，花酒不喝，黑酒也不喝啊，无酒更不要喝，无酒莫饮嘛啊，有酒饮的呢一定啊回煞煞的啊啊。所以我们六爻六亲六寿你都会用了，那你自己今年你就能够最起码可以平安了啦。所以王禅老祖传妙法，目的是让大家来到世间走一趟漂亮的人生，不要等到烦恼到了
哀哀叫，到处问神问父母，没有用，绝对没有用，只有自己反省忏悔，自己修行。所以今天为各位来上课讲解啊，今年的流年四爻为本体，为我们本身，动出的爻若是凶的，动出的爻化官鬼，表示说今年啊前段还不错，后段就会有官非。动出化兄弟，表示前段还可以，后段呢你就会劫财破财。所以易经啊，心法妙难闻，百千万劫今重现，我今勤习诸妙法，愿此功德皆回向。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，就是我们要皈依王禅老祖，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，那我们就能够心安，安心而心安，天下则太平也啊！祝福各位。